大家好，我是谢欣颖，祝明朝生日快乐。发出十种交通工具的声音，准备好挑战了吗？没有，还没准备好。好，那就直接来喽。好。叮叮车，叮叮。超跑，超跑，超跑是。我刚刚一直听到你们说那个火箭，咻！那个好，直升机，啪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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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是螺旋桨？对对对对对。飞机，轰！在机舱里面轰。火车，呼！不是火车会有那个？机车，拜拜拜拜。那个挡车的那个声音，火箭跟跑车是一样的。哟，火箭很快啊！好马，哎，不是那个声音，请问是鸟？啊，卡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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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象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有包袱，我去。啊！很像，好，最后一个哦，飞碟。飞碟没有声音啊，你们听过飞碟的声音吗？哦，所以你心中的飞碟声音就是没有声音。哦，恭喜你挑战成功。那我现在要来给下一位封面人物出一个艰难的挑战，就是用台语讲台湾的十种水果。大家好，我是容祖儿，今年是明朝周刊十周年。